要不是牛肩带都没了。等一下，我把它开一次。开完整一点。广告拍出来。这有英文。英文带吗？有。等一下。说吧，这个有事儿。小孙呐，那你们搞一下我们上次，哎，上次你那时候玩吧，那有没有过？对不对？对不他是用这个。这个小机器人，做这个没问题。对呀、啊，就那个网汤啊。对呀、啊。网汤。找库房吧，你量量多长嘛。60的，等一下，花，外径42，60×42。那看一下印的效果嘛，两面积。效果是杠杠的。这样子就齐了吗？就齐了，看一下切割线。你看这里的字这样子。看切割线，看字干嘛嘛？而且这是之前的袋子有走形的，刚开始你怎么看了那么多？就做完了，知道吧？就没事的，你别拍那么近，没关系。那你看，那个线翻过来看一下，是不是对齐了？来看这里，停下来，你看，看见没有？嗯。这样看就行了嘛，是吧？看这边就别看。这个。